大黑猪真的是很喜欢这个楼梯拐角啊，没事就要上去趴一会，就剩一块三角尖尖却能割下这么大的头，真的很不容易啊。一不留神，妹妹居然也挤了上去。原来大黑猪这么娇小吗？好不容易能有个让自己清静的秘密基地，就这么被妹妹发现了。妹妹下来了，她的头却割不回去了，好像一块大地毯啊。